当我来到这里，看到每一个学习空间，每一群不放弃的人们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努力。振作一点好不好？你懂什么？我们在讨论未来。很少有公司愿意接受中年失业的人。那时候我想着，是想做一件最漂亮的衣服给你，而努力提升自己的就业技能。他们不分你我，目标一致，不让自己的人生就此打住。